多年来，越南已经成为吸引大量来自于全球各国投资者的热点国家。这个美丽国家正在成为亚太地区经济版图上一颗璀璨的明星。早期意识到越南发展潜力，7年前，一位来自中国的商人来到了越南，伴随着他的到来，也是他的财政领域多年积累的丰富经验和知识。那位是1999年第一批获得证券投资咨询顾问资格证中的王维亚先生。认准这时机，2016年，王先生前往越南河内，开启他的海外创业之路，将其创业公司上市之后，以新的角度和对越南商业环境的了解，王先生继续成为一家股权投资公司的合伙人。麒麟资本以了解越南、陪伴越南理念成立，公司发展方向是深度了解越南市场，陪伴越南企业的发展，从而共同创造可持续价值。麒麟资本集中于科技、消费、医疗和金融领域等。他不仅仅是一位在金融行业具有经验丰富的经理，而且还是随时倾听别人建议、热情指导员工的先锋者。我始终尊重团队独立思考的能力，鼓励团队的创造力。麒麟资本以培养越南人才，为成熟的越南创业企业创造获得投资资金的机会，为发展方向。公司在跟多家国内组织及机构，如外贸大学的创新及孵化中心、国家企业协会、越南创业促进基金等进行多项合作活动。越南不仅拥有快速增长的经济，而且是通往世界的门户，这扇门为一代人的不懈运动打开了无尽的空间。我相信越南将创造新的金融奇迹，不仅成为亚洲的亮点，而且成为全球的亮点。